戴，这次去哪里旅行？送老友回家，他来不及和家乡的妻子道别。徐奶奶，徐爷爷在我这留了一封信。一生孑然来到世间，如同我孑然消逝。孤独是生命的本色，没有人不同。茫茫人海中认识你，以宝贵的光阴陪伴，为我的人生增色，我深深的感谢。共有的特别缘分，创造生命美景，我既珍惜也感到荣耀。彼此相伴就是幸福了，为什么人还是孤独的呢？因为相伴只是当下的缘分，孤独才是生命的本色。我的离开不是为了让你悲伤，只是回复生命本色的自在。请把时间留给自己，如果你懂，将获得更大的自由和安宁。